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可可客栈，哈哈，好甜。今天来大家谈客家的信仰，讲到客家人的信仰，就听到讲到移民一件事情。客家移民期也做得讲起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不过一个移民，这块是什么客家人，才做得尊荣独享的信仰哦。嗯，但尽管这块是统治台湾的时节，移民也可以有一个母一个的化外小白鼠。古早就警察来一个你六下班呢，没隐蔽枪六下班呢。古早就没到台湾，民不聊生，欺杀百姓耶。天天就引起各种台台式式抗议老革命事件，今日就引起事件跟老百姓，以政府困难，根本就会一群大逆不道的乱民呐、啊。韩寒模式舔乡民搞什么民变，要的乱民那都亲贵政府头好大大。像这样要的乱民，不过无奈何台湾跟军区要力又不怎么给力，其他新界这个老百姓可能能叫一个军，只好自家硬起来，自家家人自家叫个舒服家人。政府看到白相，自己主动给报价比较的系统，吃到几袋这件好棒棒，简直功不可没。听人的听人，这位朋友，就不要得反抗乱民的白相，一个移民的称呼，百家叫等于十七义气呀！2021年，台湾最早的移民团体，就会在主义军事开发这个时节，由屏东地区的六队客家人组织起来的。虽然清楚是客家人，不过台湾早期大乱小乱混作堆，不但是客家人会退出政府评论，其他庄中人、前中人还有原住民朋友。都有机会退出政府做移民，不过也等于妹妹是把韩寒这回做移民呢，很想要保护乡里呀。除开1895年日本人就来台湾的时节，唔同其他等于嘅抗议，除开一种爱护乡里、保庇家人嘅行为。除咗想保庇家人以外，还有当移民，想开隐蔽私人恩怨，也可以族群结婚，才会组团刷副本的。所以原住民反抗政府，都也可以机不可失，加加来做移民。老原住民吃香香，还渡好天天。韩国唔是讲做移民有当多好处，唔但想不用服劳役，往来台湾海峡，还做得有油费。第二件白家，政府官员还会扮电影，说你好棒棒，左边砍穷人，右边拿匾额，简直是猛拉夹西口，一击两得，一举两得啊！除此以外，还有的移民还会用移民的名号，实际上可以抵给别人烧杀掳掠的乌合之众啊！基本比反抗政府的乱民还乱民啊！故说移民也是乱民，其实才是黑没反抗政府的愤怒名词。有可能基本是乱民，提供一种移民，完全无代表，没人可以有偷的，没人可以有逆袭。就算按呢，你各种台湾都地位是南跟移民朋友，政府老民众还能会靠去经验别的跟移民没有，天天呢就变做台湾跟移民信仰嘞。嗯，今年唔做特殊都做变种移民，佮做物个也抢有客家人嘅办移民咯、哦，哈哈，也就老奇怪政府嘅保障有关系呢。都在爱对抗势力动态，有动作反抗政府嘅好老人，对爱老客家人行开咸地位啊。对客家人来讲，世界上对好老人没人要死，只要老政府企图强化，追跟移民这些人们，才做得确保出权嘅利益。因为过去客家人就讲移民系自家嘅信仰，所以好老人嘅移民庙天天就冇享福嘅。都见本日，乡村都被告移民庙天天，客家人嘅移民庙先系偏颇台湾东南西北，唔过系连上祭司，一系分享嘅庙，都见还能享福鼎盛啦。今日过了讲两日，会较了解客家移民信仰嘅由来，佢入嘅信仰，你全球勉强有台湾嘅客家人才有。虽然你广义嚟讲移民移民，不过因为台湾南北历史背景冇同样，使得本地同样嘅客家移民信仰，你北部很多移民呀，都南部很多同样讲，都凸显咧客家文化嘅丰富多元啊。客家文化是唔单只系宗教信仰听听咯，佢客家都带有乜嘅偏远别故事咯。And 客客客栈，哈哈，好甜，喊一百再来讲了，拜拜。哦，长知识啦！原来移民一开始不是客家人独有的信仰呢。对啊，而且台湾还有南中永公北移民这样不同的称呼哦。太酷啦！不同的地方发展出因地制宜的信仰，简直是八嘎囧，就是义气呀！啊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呦，就是八嘎囧等于死气，死气就是义气嘛，你都不懂。你是说八嘎囧等于义气吗？哎呀，对啦，八嘎囧等于义气啦。你先把话练清楚再说吧，屁孩。